来这边坐进来，好不容易，你全台湾有万多人，但是核心的部分百几人，其中以咱台中啊，的负责人之一叫做张志伟，大家都知影，足呛的单婚林要来台湾的前两天，马英九接受访问，你讲啥？听清楚哦，马英九伊讲，我无免出卖台湾的主权，我干那要卖台湾的农产品，迄讲我要卖台湾主权的人爱去读书，有人讲读书啦，即句话我听了，感觉非常的不足。今日马英九知影台湾无主权，伊今日知影我台湾的主权还阁落伫美国人的手头，因为咱战败。所以伊甲你讲，我无要卖台湾的主权，我要卖农产品。所以今日，咱日本人，因为我上届甲吃伊的，他都无讲袂讲。我感觉讲吼，每一个人，你若真正去听，你拢爱拍错。替我家感谢，我一点声音收起。近几年来，为头到尾，哪停到尾？因为拄仔开始有人在误解，伊嘛在听。各位，干分钟，干一杯啦！后摆哦，伊若无调哦，我先退过伊算下。就是伊无调啊，害我去予中华民国的地检署叫去问啦。爱哪调啊？我相信我咪去啦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我去后边来看哦，对不对啊？干地位啊，人才，啊，真可惜。无人以前要为中国做阵的时阵啊，伊是穿伊穿安尼啦，今日伊嘛阁穿安尼，所以可见伊无外国。各位，台湾老姐，国家是咩？欢迎，多谢阿姨，多谢阿姨。所以各位，好、啊。所以我们好多各位，我啦，我跟你讲吼，人民党人有安排，因安怎安排，咱安怎听啦。啊，你都爱虽然无山放松去咧。你有朋友，你咪当拜托。你敢拢无朋友？敢无朋友吗？卖假骗。来，台中的张志伟，但是你要来以前，马英九已知影台湾无主权，所以张志伟去了抗议，当时，甲真济民进党来讲，你若阁行迄个旗啊，青天白日满地红出来，我要甲你讲，咱都是中华民国的人，你又摸迄个旗要创啥？对，张志伟，来甲各位简单讲一下，因为今日到五点了，所以咱大家听清楚，今日到五点了，所以呢，即马张志伟已经代表特别甲阮做伙来高扬，张志伟，张先生，多谢。